我靠，这五开，永不磨损混沌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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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永不磨损，永不磨损，这五开还是175级吧，175级，老板真的是在体验五开的快乐，明明化成九层的号现在便宜的一批，老板自己非要成体验成长的快乐。零式的话是三属性啊，八段，三属性八段，三属性三属性啊，作为五开同时呢啊，这个主要是用来体验游戏，毕竟哪个五开也不能买这样的装备啊，去真正的去盈利啊，赚钱，看看刀怎么样啊，刀我能用吗？我操，这刀伤害好高啊，13×8是104，出伤的话是617，单加魔啊，也过800了，九技能连扇，九技能敏攻，八技能敏攻，敏虚迷，壁垒，虚迷龙游啊，他应该是在某些副本上可以带虚迷龙游五个一起来，看一下搭配，神木神木花果化生女儿村，这花果山为什么能配出现在这里？有没有人体验过花果山？花果山任务好像啊，除了平砍以外都挺麻的啊。来了老弟，来了老弟，给五开号更新后排零式了啊，双格挡一防御，省包子啊，五开利器。防御把面板提升到极致，让怪物没法破防，加上格挡打完5到6段行为时以后能减去啊伤害结果60-70点啊，怪物只打1点血，爽。虽然不能多卖钱，但是好用。气血防御加法防，气血防御加气血，没有。第一个拉，第二个拉，第三个啊，气血防御加法防啊，这个灵式也许能用。双抗风，防御加抗风，这家的鉴定军火给我鉴定出负担了，太多了，10亿8000块，出个三属性就回本啊，兄弟们，出三属性就回本。血赚星辉石，分解以后亏6300，加油，一样的加成，谈成就啊。防御加格挡，气血气血防御，防御防御气血，气血防御加气血，气血防御加法防，气血防御加抗风，法防法防加气血回复，应该是没有没鉴定的了啊！哎呀，最后一个漏网之鱼，直接鉴定出了三属性，直接回本。刚才那几个1200，这个能卖上一个7000，7000+1200，8200，总共是10亿的资源，血钻星辉石，最后三属性。绝杀成功，恭喜老板。好了，舒服了啊，给劲儿了，老板可以继续欢乐的去五开了，毕竟自己给自己啊更新了一个灵式，真正的三属性灵式，双防一血，这全身120，他一带你打6段星辉石他也看着舒服，这防御他也高，25、24、86的是吧啊。行了，感谢159级175级高端五开啊，蛇皮庆瓜皮庆啊，谢谢庆哥的暴力支持啊。